坑恁都未害。峨眉汉堡，这个要搁介绍啊，八块。住址要记一下，因为 Google 好像找不太到。哇，阿伯无搞哦。诶，剩两三个俩，你等我一下。西安路46号，我都吃这一间汉堡，好吃。耳朵啊，大肠煎蛙桂豆。诶，我再搞的。哎，这嘛肯定都客厅袂害啦，他肯定冻袂害，这肯客厅袂害啦。但我问一下啦，有人要吃这个无？鲑鱼汤啦，别讲啊啦，100块就好啊，100块。这是嘞。一般市场一定贵的，因为他们是少量卖啊。有人要吃啊无？100块。但是你可以买少量啊，你可以买一只两只的啊。100块就对啊。这有人要吃的无？100块啦，鲑鱼汤啊，肯定客厅袂害，骗囡仔要最好用。100块有人要吃。我来这边，100块有人要吃啊？无100块啊？什么什么糖啊？鲑鱼糖啊？鱼啦，鱼啊糖啊，鱼啊糖啊。对，100块有人要吃。他会一款一款物件。什么？鲑鱼糖来给我。有来来，填200块来。哈？填200块来，你今日要买花？好嘞，爱吃咩就好，两块两块。100块有人要吃无？100块啊？这黄色还是红的？嘿，鲑鱼糖100。我无看嘞。来，那边啊，这样。红的是啥？红的是啥物啊？红鸡吧。啊啊，红鸡够食。啊，100块够人买来无？啊。100块够人买无着的无？100。100块够人买无着的啊？这好无？啊，红鸡的。100块无？鸡腿吧。好啦。红鸡的我看卖嘞。哦，等下等下。啊，这100块几块？那无100的。100块有人买来无？100块，我就是100块。100块有人要吃，100块有人要吃无？100块啊，鲑鱼糖，鲑鱼糖拢有啊吼。一包一百块，买200块就好啦。包一块人要吃无？做冰就会吃的，做冰就会吃的，超市吃袂到十就对啊啦。280三粒海蛎一切啦，我就是200，有人要来无？200块。200块啊，人要吃200块啊！你咱坐咧钓钩，咱要甲你捏捏就抢伊。来，我少坐，只要我来200啦，200块，不然说。200块，鲍鱼有人要来无？200、200块啊，两粒吧，三粒、四粒我来，我少坐啊，这5粒我来啦。200个有人要吃鲍鱼无？鲍鱼来头一个坐啊。鲍鱼个有人要吃无？鲍鱼啊，两粒我来啦，三粒、四粒，这5粒我来，我少坐。200个有人要吃无？200块啊，做冰就吃。200块，刚个有人要来200块。200块，够人要吃啊！200块够人要来无？200，鲍鱼200拢买有啊吼，鲍鱼200拢买有啊吼。好来，时间无几摆钱，来我请教一下，恁各位一声啊。啊，要甲你买，你若收一罐，你是要收当个壮大？是怎看？买一包啦。这无咧卖100块啦，红的买一包，200。拢无咧卖100。啊，红的啥物款的来？我看下啦。好，等下。来来来，这剩这尔啦，我袂讲啦，我拢卖到手啦。这个我看卖啦。好，歹势，等下我再提起来，下我袂卖啦。来，这有人要吃无？一百，你讲无卖100，你啊，钓钩啊。我咧卖100啦。啊，都一行200呢。我一行要卖200啦，哎。你一行要卖200。这200无骨的鸡腿肉，这完全拢无骨。哎，这饲料本身就红的，袂险就对。我先来讲一下袂险啦。我卖啦，60啦。然后整一支整60啊，两支4支要来开你啊，我就一个人就卖200块就对啊，200块不啰嗦啦。来，整6支要来啦，我就一个8支要来200块，有人要整的无？200块啊，200就对。来安尼啦，整9支整10支要来2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200块，200块。然后连五谷鸡腿嘛，无贵嘞，无贵嘞，无贵，拢无贵啦，拢无贵啦。来，我招一个人坐落啊，一支我送，一支我请，这12支要来，200有人要吃啊，来这边来坐。无几个鸡腿肉，搁有人要来无？2支要来啦，4支要来啦，6支要来啦。我招一个8支200块啊，这10支要来200，我感觉招一个这11支、12支要来200块，搁有人要吃无？这好无？好啦，好啦，两，200块，200块。两个有人要蒸的无？2支啊，4支要来啦。
我就是六斤要来两百块，八斤要来两百块，那么再来无两百块啊？两块两。然后两个人要争的无，最后一箱啊，最后一箱啊。然后两个人要争的无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块两个人要吃啊，还两百。这八斤两百块你买无啊？同款啦，我招一个去十斤要来两百块。这要车嘛吼？对对。那来客平才来争的。一等都争得啊，十二斤要来两百个人要吃啊，无两百块。两百块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两百块，然后两。两块两，我不记得买两百块，刚够人要吃的两百。两百够人要爱无两百。来来，这边过来。两块两够人要争的无？我问一下，两斤四斤要来，我就一个六斤两百块就对啊啦。这六斤两百啦，来安尼啦，将八斤要来啦，十斤要来两百块就对啊。来，我招一个，再去十二斤要来，我招一个，这对要来两百块，刚够人要争的两百块啊，两百块。两百个人要吃无？两百块，无几个鸡腿吧？两百块，敢够人要争呢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啊，两百拢买有啊吼，拢有啊吼，啊，伊敢无？好，啊，这个无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啊，两百个人没有，今天是在二水啊，来这样了，来二水的二水市场对面，六基啊，八基啊，十基啊。赶快，十二期要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固定礼拜日。啊，两块两个人要争呢，无两块两啊，两块两，恁两个人要吃啊，两百块啊，啊，两百拢买有无？好，但是根本袂歹趁啦。来，我问一下啦。好，来安尼啦，我问一下啦，啥物？阿姨，我要三兆鱼哦。兆鱼。来，这吼，我跟你讲，这啦，我剩南山的无几包。这叫啥？多利鱼，多利鱼就对啊，完全无骨无刺的，完全无骨无刺的鱼啊，清肉，这干呐清肉尔。这吼落口咧用蒸的就对啊啦，果粉落去蒸蒸的就好啊。啊，要用炊、用煮汤的拢会使，煮糜嘛会使，老岁仔人、幼囡仔拢会使食。这落口蒸一个蒸偌济？蒸百三啦，一包内底有三袋啦，开偌济？开三十六，开三百。我招一个人去，两百有人要食无？两百块啊。这包多利鱼两百块，有人要吃啊？无两百，两百够有人要吃啊？哈，两百块啊？安尼啦，恁等下食看卖啊？我招一个啊，一百块有人要吃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够有人要吃？一百块，一百块够有人要吃啊？一百块啊？一百块够有人要吃啊？多利鱼啊？多利鱼够人要争呢，我全拢无骨无刺就对，我就一个一百块够人要吃一百块啊，一百块够人要爱一百，啊恁拢买只多利鱼，啊是来这里开讲好尔。我要下面那个，我跟你介绍，我介绍。好，然后那边介绍，一百块够人要吃一百块啊，啊一百拢要有啊吼。哎，你干啥？喂。好。这嘛。哎，肉羹啊，肉羹，肉羹，莫讲啊啦，肉羹，阿姨，手工的，你知影好食啦吼，这莫搁讲啦，这路口超市一包卖偌济，百八两百，卖两百，百五了啊，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肉羹，敢够人要吃一百块啊？肉羹，手工的，手工，卖地方啊，哇，不管咧倒，一百块敢有人要吃一百块？一百块敢有人要来肉羹啊？这肉羹一百敢有人要吃啊？一百块啊？一百块拢有啊吼。一百块拢无人要来啊吼，一百拢买有啊吼，好来，时间不袂歹坐，来个声，好啦，回糖啊，好啦，好讲讲来讲讲，哎，三百一道你讲哪边真啊？三百一道，重点来啊，我先讲一下，乌岭这个所在够钱，所以袂使煮我幼婴来食，一定要做，大人家己称好啦。这路口一地卖偌济？一地卖九十，卖一百，卖八十，凊彩在伊无重要。一人卖两地啊，一人三地来，卖三百二啊五。我招一个人去，两百有人要吃啊？无两百块。大白虾卖。有人要争呢？两百块。你早上没问。两百块，有人要争呢？这面包。一个人去就好啊，来，这地我送你两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我讲啊，这地我请啦，两百好啊，两百块。十百一道有人要吃无？哦哦哦，还有一点点，这个放起来你够有钱啊！这个乌岭这个所在，搁小可有钱啊！黑黑色的地方啊，来，我就这三地啦，四地这五地哦，来两百块，搁有人要吃无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敢搁有人要吃？两百块啊！十百一道拢没有啊吼，
三百一刀拢买有啊，哎，来这边较济啊。一地两地好来，我招一个三地啦，四地好来，五地好来，我招一个两百块好啦，咩啊，都三百一点到，三百一点到，两百块安个啦，要食啊，两百块啊，拢买有啊吼，拢有啊啦吼，好啦，时间宝贵，快趁啦。我问一下，欸，我问一下，我剩这四尾有人要吃的无？这叫啥？红泥螺鱼，红泥螺啊，就对啊。落口一尾抬偌济？落口一尾抬偌济？抬着解无啦，干那这尾你莫看遐细细尾啊，落口饲个解无八十几条。来，我问一下，将买两尾啊，抬百五，将三尾将四尾来，卖三百，二啊五就好啊。够人要吃两百五，两百五。干啥呢？有黑金无？没有了。一个人就好。两百有人要吃无？我买，我买，我买。哎，你也买哦。哎，准这手无啊，无啊，无啊。两百个有人要吃啊无？哎，这水无水，你家看的啦。一尾两尾啦，三尾又来啦，四尾又来啦。两百好啊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一啦，二啦。三尾又来了，四尾又来了，两百块人要吃无？两百块两百块，哎，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两尾又来，我就一个三尾、四尾又来了，两百块人要来无？我就最后一个人给两百块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两百块人要来，大你敢无？两百块，啊一尾五十块嘞，无人要吃哦，两百二了啊，红二了，两百块安个人要吃啊？两百块，等一下，两百块。